朋友来家里住，但床铺不够用，所以入手了这个折叠纸床。平时放在角落里不占地方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拉伸成一张床，承重力特别强，怎么滚都不怕，躺在上面超舒服。床头搭配一个折叠纸桌子当床头柜使用，再搭配一个折叠纸灯，摆成自己喜欢的造型，放在床头美观又温馨，晚间半睡或者起夜都非常方便。纸床还可以折叠床垫收缩成一个沙发，坐在上面非常舒适。平时上班也可以放在桌子旁边，中午午休或者加班的时候用它简直不要太舒服。